蒋西祠设置这么多法阵，也不嫌麻烦。他疼惜孙子，可不希望这枚魂镜再出什么问题。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快点喂。 神换体后，你便可以真正拥有那具身体了。有劳仙子了。一杯。 小雪，你一定要尽快将自己的魂镜找回来。如果再有什么差错，怕是奶奶我也无回天之力呀。